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砸！我砸！就是拍卖嘛。各位，你们现在能给出的拍卖的筹码，只有你们现在能够拥有的东西。我这个镯子，我要了。来，我这个名表。来，你看得上哪个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好，拍卖正式开始。我放弃这一次的复盘机会，我用这次的复盘机会来买这个包。我也放弃。那你俩这次复盘机会是给我后面两排用吗？给阿普用。哦，他们两个想买我的微笑。你用什么？我用我那个美妙的歌喉。踏平了山路，唱山歌，撒开了欲望，唱什么歌？现在明明的山歌两一次，给我一片蓝天。明明的山歌两次，一轮洁白的。你的笑容比不过他的山歌。